捍卫战士。怎么玩啊？你知道吗？装什么傻啊？你不是之前有玩过的吗？等一下，我忘记怎么玩。你看你自己也忘记了。哎、啊，我还在跳舞。啊？哎、欸，那怎么扑啊？怎么丢啊？哎哎哎哎！干！你不要在那边骂脏话哦！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最讨厌人家骂脏话了。好、啊，废物！你才废物！哦，我会了、哦！哎，我的人物好鸡，好鸡掰哦！看起来好肥哦！啊！怎么机器呀、啊？啊！你要站在下面啊，就是、然后按哪里啊？我是按叉叉，然后抓准时间啊。啊！哇、啊啊啊，跳错边，退步了哦。对啊，看输给三捍卫战士了、啊。没。狙球。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有点退步了，不，这个屁啦！干，这个臭肥仔，这肥仔感觉滚的时候距离短了。嗯，不行了啦！等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你赶快认输，说我是白痴。我不要，让你。我不要，我让你。不要，你以为你是飞盘大师？你说我是个坐吃等死的大废物，我就让你。不要，但是要说也是你说。废物，快承认吧。你已经老了，你要做了。我经常会用背面接到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肥宅的撸的距离太短了吧？哎呀！哎，才九分而已，不要嚣张。捍卫攻击！哎、欸、屁啦！我站在下面呢、欸。这次要打几场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。我还是选飞盘王好了啊！这飞仔好难用哦。你花钱买了一个垃圾。应该每只角色有它的优点吧？怎么样？真的，像我就是速度敏捷啊。这是好难用，因为我看你走路速度跟我差很多哎、欸。啊！我就肥啊！我没有歧视肥仔，打回去啊！你试试看啊！我啊，我惨哦！150块买了一只垃圾。OK， 肥仔是要靠头脑的，好不好？屁！就凭你！哎、欸！哎、欸！肥仔呢？我觉得啪啪真的很没梗的。我怎么了？这个人什么话都不会说，就只会在那边嘻嘻哈哈而已。屁啦！妈的！快用你的螺旋丸啊！不是很会搓？干你这个人！不要以为你有女朋友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哦。我有你没有？我还要再声明一次，我没有花钱请啪啪来做效果好吗？这个家伙做的效果超烂的。他花钱买这种效果，你脑袋有问题是不是？有一面哦，讲一些屁话。还没。啪啪，你妈叫你啦！没听到啦！你的猫拉屎了，赶快去清一下啦！你不要在那边胡乱干！等一下，你每次都用这个战术赢我了，对不对？啊！我就肥宅动作慢，能怎么样啊？
你只有嘴巴比别人快而已，你家猫岔赛了啦！你不要吵，你不要吵，花钱买了一个烂效果，干屁的！看到没？那奶子想不想要抓一下？我给你抓一下，不要。看又油又多水，你不要讲那么恶心好不好？连不是啊！我靠，太快了！你是不是很想吸那个男人奶？我一点都不想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我不该跳的。哎呀！哇啊！等一下，怎么？玩的比当初还烂。好啦，你失误啦，找什么借口？说什么靠嘴炮什么的？妈的，你这废物！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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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就只是轻轻的一丢，你就粉碎了，好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哼，就凭你，嗯，嗯，没事，我有风度，我有运动家精神。魔斗还要哭，太难了啦！没没没，送球，破啊！爽！等一下，打爆这个纨绔子弟！我怎么你才烂好不好？这个忍者丢的球很曲耶、欸，对啊，跟你的性格要扭曲、啊。我哪有？干！你在讲屁用啊？嗯，啊！追不到球啊！去看着我的、超白痴的这样子，去看着我的车尾灯吧你。你有种不要选忍者啦，忍者太贱了。啊！我等一下就换一个壮汉跟你拼。没种，只会耍手段。最好是耍手段。你也很屈好不好？我根本就没有碰壁，我是直接丢的。为什么？我赢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快快的？我赢了，你一定作弊对不对？我的，是不是？啊！这猫我真的不爽了哦。嗯。我要去打你家的猫了。不行。这怎么接得到啊？厉害啊！哎、欸，这怎么接不到、啊？飞盘上有油啦！对，你不要留油在你飞盘上好不好？那你屁啦！都超贱的猪啊！这老师抓回来了，自己的命运靠自己掌握啦！哇、啊！看到没？自己命运自己掌握啦！一比一而已，不要吵。你想要掌握自己命运，你先把麦当劳辞掉再说了。不行，麦当劳辞掉我就没钱买游戏。那你可以找别的工作啊，你干嘛一定要做麦当劳？哦，没有啊，有打针在找，我还在找啊。你不要干扰我，你不要吵。好呗。Ace， 啊，你的野外求生节目什么时候开始做啊？没有要做那个节目。把人家卖了啦！啊，你看你作弊呀！好爽，好爽！哎，爸爸，哎，你不要，我知道你想干嘛！哎，爸爸，哎，肥仔，狗，你不要叫我！你在这里怎么变那么弱啊？我不知道，有人叫我会分心。你不要叫我啊！你不能一心二用吗？我不知道。哇，我超强的、啊，这是战术好吗？这不是战术。女忍者有一种需求好强哦。没有，你不要这边装死。这不是需求，太夸张了哦。哎哎哎！
对你来说太难了，老子样的。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再看一次，男人奶，妈的，你看都是汗呐、啊。想不想吸一下？不要，操！想不想把你的脸埋到我的腋下？不想。想不想？不想，想不想，不想，来一下，来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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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埋一下，埋一下，埋一下，不要，不要，你吃屎！埋一下，埋一下，埋一下。我的比较香。哎，爸爸，不要吵。同样的战术，斗来都不管用了。敲三小、啊，干！哎呀！哎，爸爸，你要不要玩《神域二》啊？玩！一定要玩吗？玩呢、啊！哎哎哎！那你要玩吗？要啊，我要玩的、欸。阿爸，你的手机是什么牌的啊？是Sony的。三哥，Sony听说会爆炸哎、欸。屁呀、啊，神兽都会爆炸。没有啊，时间到了，Sony的会自动摧毁哎、欸。那个是 iPhone。没有没有，那是Sony的。没有，你过你的，就坏了。真的真的，可恶！我不相信你。真的，我收你已经用五年了。最近麦当劳的特餐是什么啊？特价？没有啊，新的汉堡。等一下，你问这个太犯规了啦！我想、啊，我想了一下，臭肥仔。这哇，这游戏要赢，嘴巴要很厉害。妈的！我终于知道比赛上面为什么你选手会在护嘴了、欸。本来就是要讲肉色的话干扰队友啊，这是战术，好不好？没看过篮球比赛哦。你妈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妈射死没屁眼！你这是骂人好不好？你妈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粗鲁啊？美国人不能这样吗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明明就有。你的猫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家的猫叫多多，还有一只叫马吉。嘎，多什么？你不要在外面一直丢我屁股，我跟你讲。你家的狗活几年了？二十多年了吧。自闭呀，至少这么久。什么多多啊？我家的猫叫多多。你说养乐多那个多吗？对啊。你要撑多久啦、啊？哈！你看到了零分啦、啊！我怎么？我冷静一点，我进化了，牙骨兽！靠北！你要喊牙骨兽，你就接不到了、哦。我只听牙骨兽，我想一下，数码宝贝。好难接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天使兽，还有什么？我记不起来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机器暴龙，皮卡丘。啊！哦，有人帮我哎、欸！六翼天使杰尔夫。可恶，你犯规了！那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是吗？朋友，这种东西哦。战斗暴龙兽，这个我知道。数码战斗机，接不到哎、欸，这个肥宅。四角兽，够没了。悟空兽，大变兽。看到没呀、啊？太难了。太难了，我赢了。哎、欸，能不能自满？决定性的一球。我靠！鼻涕兽。哦。错错。哎呀。错。我赢了！
冷，有种换人啊，你就输了，你是不是？来啊，我换个猛男打爆你这肥仔，看到没有？看我这凶神恶煞的眼神。那、啊、怎么换呢、啊？现在是2-1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记一下？2-1，你要我一，这个要重开啊，对吧？我开一下。哇、哦，看到没有，肌肉棒子，哇、啊！华山小好慢哦！现在你知道我的感受了吧？你以为只有很好的脚步可以打赢我了吗？好难啊！我们现在用技术取胜的好吗？好、哦欸。哇，你超烂的！你看你，这是没有敏捷的动作，你超烂的。可以可以，你干了！哎，明明那么宽，手伸过去不握哟！好累哦，这一场。哈，哈，喂，哎，干！你以为用什么 OP 角色就可以打赢了吗？哈，这难说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肌肉根本没有用啊！有啊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感受到那种慢的感觉了吗？还没，你看敏捷，魔鬼的步伐。哎、欸，我都放球给你丢哎、欸，你怎么都不放给我丢？给你，给你，来啊！干！我放球了，你自己那边。怎么还接到啊？妈的！臭肥仔！哼！我剑接到了，可恶！干这肥仔太烂了，这肥仔我花了150块台币耶，开玩笑吗？到底是有什么好啊？还会在飞盘上涂油？这肥仔优点是什么？看起来比较可爱，只会吃。还是因为他有漏奶，所以要150块啊！靠，对，输定了，输定了，妈的！看到没有，这叫肌肉棒子啊！你看你不运动，一身赘肉。嗯，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万念俱灰了。你要输了。哎、欸、哎。欸有种喂球来啊！来啊！然后要怎么丢出来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发光那个棒，然后我按丢杀就丢出来。按哪一力丢啊？也是按叉叉丢出去啊！啊干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趁乱打劫哦！啊，好难哦！看到没有？这肥宅跟废物一样啊 ！Victory！ 哇、啊，看到没有？撞！肌肉也太夸张了吧！2-2呢啊！嗯、啊，哇！哇哎！被扎！有看到？对对对对对对！大肠杆菌球，螺旋的有没有？扭三小！哎，我刚明明站在线上，
球很油啦，没办法的啦，跟你一样油啊，我就跑不动啊，这就是我的弱点啊，所以就跟你说练肌肉，看到没有，爽耶、yeah. 哇这游戏让我压力太大了、啊、可恶，来看，不是每次都这么顺利的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哎怎么可能，我只要冷静我就赢了，我必须冷静，我也要冷静，你冷个屁静啊，你要冷静你去棺材里面冷静啊，哎干屁，走走走，冷静了冷静了，我要冷静了，来啊！哼，怎么那么难接啊？这废材超难接球的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要那边怪肥仔！什么不要那边什么不要那边那边不要什么东西？你在讲什么？我听不懂啊！我天哪！哎，屁呀，在我头上！你眼睛是不是歪了啊？你要瞧一下你的眼镜 我没有眼镜啊，你的视线啊！你人身攻击，我要挤你！我没有！你要输给我，要不然我就挤你！我不要，我不会用这种小事认输的！妈的！啊！打赢我啊！妈的！干走干走干走，好险好险，忘了冲啊，把你向我踢一步，不要，飞盘王只会有一个，我要让你向我踢一步，我如果赢了你要叫我飞盘王，头吧，不要，不行，你的头太高了，还没冷静点冷静点，看球看球，还有一次还有一次，妈来了哦，干了耶，干哦，还好还好，还有一场半场，还有半场来了，你他妈的嘞！就凭你！阿干，犯规啊！爽不爽？不爽不爽不爽！爽不爽？爽不爽？爽不爽？不行啊，这家伙运动能力太差了啦！好难哦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家伙到底有没有优点啊？他只有一团肉啊！你说每一餐可以吃三个人的分量，这个是他的优点吗？他胖胖的看起来比较可爱、啊。肥宅太温柔了啊，不行啊，这个比赛肥宅赢不了啊，太温柔了，不会不会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，我台湾那么多肥宅，怎么回事啊，妈的嘞，你要有信心一点，替肥宅们出气啊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心机这么重啊，我怎么了，我要换只了，我不要一只了，超烂的，还不磕头？我又没有输，我干嘛磕头啊？巨石强森，看到没有？这角色太笨了，背对球不会倒，哪有？刚倒了好几次，好不好？垃圾150，
干，那超垃圾的。花这150到底是有何意义啊？买一个肥宅。对啊，吹佛是你。150块不见了。开始接到了哦。哦。哎，话说太早了哦。这怎么接得到啊？你这又贱了！给我跑吧，小狗，给我跑快点！啊！可恶！跑快点 ，Lucky！ 喂！你才 Lucky 啊！干！不能用背面接啦！啊！不能用背面接啦！怎么接到了、啊？厉害啊！哎，可恶，我应该站后面。干！需求。干走干走干走！啊！可恶！看似简单呐、啊，其实很难啊！妈的，那个飞盘角度太刁钻了吧！干怎么那么难啊，是不是？你这三小干这出手太快了吧。截到了，没事没事。干妈的，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啪啪玩这个游戏强啊？智商越低，游戏它越厉害。屁呀、啊！真的啊，你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才是，看到没有？我快要被打爆了！你要被我打爆？我要血池！啊！想当年那个女忍者输给你，我是来替她报仇的。接不到、喔、不行啊，必须进化、啊、必须进化，不行。必须进化！妈的！哎、欸、哎，屁、欸、的！哎、欸，该死！等一下，我接不到了哦！不行，不能大意！接不到了、哦！哥，现在1-1而已，你不要能说大话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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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是男人就硬起来，输给一个没肌肉的干什么？不要输给老人家！我丢的球你都刚好在那个接的点上啊，是不是因为我往里人丢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我太温柔了啦！屁，不要装死，人太好了。
妈的！那个肌肉男的球为什么角度这么的奇怪啊？妈的！哪有他丢的球，那个球不会反弹的，就是打到这样角度应该是斜面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打到这样，他的是打到之后直直的这样往过去，粘过去。到底该怎么解释啊？妈的！因为我太壮了。哼，这个没有肌肉的。照理来说应该像撞球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干，这太怪异了。等一下，不对，我要冷静点。赶去死了啦！不要。赶快去死！你才赶快去死！认输吧！认输吧！认输了啦！回家养老了，你在这边跟人家打这个飞盘。你闭嘴！我撞一下你就倒在地上，你在那边跟我比，啊！越简单的球越难解，因为他不会弹啊！干！干！这种烂球啊！开始！哦，要反转了！逆转吧！开始吧！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还没有认输。发觉你的弱点哦。没有没有，你手都没看到。我要发觉你的弱点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哇！你用再炫的球，还不是一样都七分八分？要炫哪里去啊？我是你的十四分。可恶！我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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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下去要输了。这个游戏是要靠头脑的，好吗？没有，这不是脑力游戏。有没有头脑？你有没有头脑啦？你有没有头脑？我已经赢你很多多场了、啊。你有没有头脑啊？有。你脑袋在哪里啊？在你猫的沙盆里、啊。你不要干扰我。你家猫在叫你吃饭的啦。没有，不会听屁话的。来互相伤害啊！喵喵喵喵喵 喵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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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喵。你家猫是不是这样叫？不是。你家猫是不是在家里面叫？是这样，是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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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的。不是，我要死了。家猫叫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不是叫什么啦？噗噗恰恰，叫多多。噗噗恰恰。哇，我完胜哎、欸！看到没？干！干！废物！废物！一比一。干！我认真了。主人，我要吃饭了。还没？赶快拿钱来啦！麦当劳的废物，麦当劳奴隶，铲屎官，麦当劳铲屎官。妈的，铲屎官！休想干扰我！我专心。你家的布布恰恰是不是？都常常叫，乱叫乱咬，对不对？把人家沙发都咬乱七八糟的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专心。你这两只猫是买的吗？认养的。你
你说什么？认养的。你说什么？认养的，你不要故意啊！我知道你想要我分析。没有，还不行。我要打死这个臭瘦子！哎，你怎么自己冲过去了？干什么？争气一点啊，肌肉男！我很想趴你家的猫啊！没有，那是你才想趴的。啊！赶快丢啦！啊！噗噗恰恰！哎！做事啊！等一下，不行！怎样啊？啊！不！好爽，好爽，好爽！可恶！我要赢了！被你又分心了，转型！这个游戏是靠脑袋的，好不好？你这家伙，不是你的脑袋到底是用在什么地方啦、啊？不是。哎！你上一次送你女朋友的礼物是什么？戒指啊。是那种夜市的一个十块那种吗？没有，不是，去上面都是镶着塑胶的钻石那种，对不对？我不是不知道那是不是钻石啊，我还没有办法送真的钻石吧？塑胶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对啦，不知道啦。还是用铁丝上面就绑了一圈，然后上面有糖果就送了。没有。好了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哦。我专心一点，我打回来了。干！休想害我分心。接着起来。来了。有一种戒指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糖果，还可以吃的，你知道吗？欸、那个很好吃、欸。完蛋！不行，我必须进化。不行，我必须进化。哎、欸，泡泡，你先别丢球，等一下啦。哎、欸，我游戏坏掉了。你不要讲话！真的，我游戏操作感没反应啊！你不要骗我！你用白眼滑嘞，还会想接球？一比一啊！怎么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啊？你不要骗！摇杆坏掉了，你都不会等我一下吗？我不相信你！我是主机会有点累格啦。那是我才会累格啊！我主机有点累格，真的。我电脑烧坏了。啊，爸爸，你家的新电脑是拿到了没啊？还没。你的新电脑是什么 CPU 啊？就你上次贴的那些啊。哪些啊？那个 AMD。嘎！啊！要赢了！啊！看来不让我分析你就会输了嘛！爸爸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你给我讲！爸爸，其实我讨厌你。看你不要作死啊！爸爸！啊！爸爸！等一下，不要叫我！让我专心打。爸爸。再球！我要赢了！我赢了！那是几比几啊？2-1！我赢了！原本是2-1啊，然后现在是1-2嘛，所以加起来都3-3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们来打最后一场啊！好。我会赢的，快点，你要复仇啊！耶、yeah! ！
哇，这个为什么分数这么多啊？不是因为跳比较多次吗？有可能、啊、是不是啊？应该是哦，你看每接一次分数都会叠加。那你丢点简单的给我接啊？有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你丢太简单了！我都丢好球给你接，你都丢那么轻的球。你心机不要那么重啦、啊，慢慢丢啦，对，慢慢丢，慢慢丢。你也丢那么快？慢慢丢啦！你妈！你妈！慢慢丢啦！啊！看到没有？看。哎哎、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怎么这么会接这种球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个人懒叫长歪的，喜欢接这么歪的球是不是、啊。你才是歪的，谁的懒叫不是歪的？自己讲。那种球谁他妈会接得到啊？只有你这种怪咖而已。可以。妈的！你不要干扰我。你说什么、啊，爸爸？欸、你不要爸爸，不要干扰我、啊！不。哎呦，我还有机会。爸爸。干嘛、啊？你是不是台中人、啊？处理不了。啊！什么时候换麦换工作啊？快了，快了！耶、yeah ！什么时候要来玩《神域二》啊？等他画好。你还欠我100块哎、欸！对，还欠你一个小游戏。如果你现在让我赢的话，100块就不用还了。我不要，我不会出卖我自己的自尊。你要为五斗米折腰啊！不要，我赢你的，我要报仇。啊！100块不用还哦，不要吗？不要，100块哦，100块哦。哇！这怎么用的啊？妈的！看到没有？我输了，我赢了。嗯。哎！差点没接到。啊！快点！啊！不用还了、欸，你确定要赢我吗？我要赢你，这是男人面子的问题，欸、不行。100块你可以吃两餐呢、欸。你不要干扰我，我要赢啊！像你这么穷的人，可以多吃两餐呢、欸。我可以用，快哥，你有怎么接得到？不要再接到了，老姨。好啦，100块不要还了啦，100块啦。不。没有机会了，废物！你现在欠我200块，废物！妈的，去死吧你！我给你机会亲我的脚，你不亲，你妈的，你现在去死吧你！2-2，你去死吧你！你去死吧你！可恶！没有，不是2-2，好不好？是2+1，然后2+2这样的。刚刚就说是最后一场了，你没听到哦？你回去趴你家的猫好了啦，你去吃猫食好了啦，吃猫饲料啦。可恶，没有办法放跪下，你这废物，你这废物，给我跪下你。放弃。他不是很呛，不为五斗米折腰吗？现在后悔了没？我后悔了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容易就弯腰啊？